在。你给妹妹吧，妹妹在等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嘞，我们这个生产线现在开始抢订单了，朋友们。原料部门正在快马加鞭。来，哪位朋友？这是三号工位的黄先生在等。给您。谢谢。现在烧个火，一会儿就开始煮。哦，好了。好了，现在打完收工。煮菠萝喽！来，往下下来。看着就有那味儿了，有点工业化的大作坊的感觉了啊。对，这菠萝煮个三分钟。好，特别棒。哎呦呦呦，这锅这么沉呢？来了，走起，走你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完美，生火吧。好久没生火了啊，有点小紧张。行吗？行了，那我们就把菠萝慢慢的摆一摆。就往上摆吧，把它全部铺满，好香啊！我估计今天晚上我们吃饭就会一直闻到这个。漂亮，看着好有食欲啊，金灿灿的，像烤饼一样啊。一个小时翻一面，烤5个小时。